ほら。啱啱就有店铺落闸嘅，咁现场咧就系水街同埋德富道西。咁啊，刚才喺屈地街同交通街咧，就系有呢个防暴警察咧，就系水街，系啊。是啊，水街啦，咁啊，刚才喺屈地街咧，同埋交通街咧，就系过嚟嘅。咁啊，呢度咧就系面向坚尼地城嘅方向。咁啊，前边呢一度咧就系一啲示威者造成嘅路障，系啦。咁啊，可以見到咧，前排係有部分嘅防暴警察咧，就係、是、臂上邊咧，就係將佢哋嘅呢一個嘅警員編號咧，就係、是、縮上嘅。幾萬零？咁啊，喺江樂道西咧，就應該亦都係有同樣咧，就係、是、有警察咧，就係、是、清場嘅。咁啊，現場呢度係水街。同埋呢一個嘅德富道西嘅交界，剛才咧就係、是、有一大批嘅示威者就係圍繞中聯辦，就喺嗰度咧就係、是、發表咗中英雙語嘅宣言，就係、是、重申翻五大訴求，更加咧就係、是、要求咧成立咧呢一個嘅臨時立法會。咁期間咧亦都係有示威者就係、是、利用噴漆咧，就係、是、喺這個門外就噴上了反送中的一些字眼，亦都是有這個的將中聯辦就改了名叫做支聯辦，是的，那麼旁邊就加了個屌字，是的，那麼之後就利用這個的雞蛋，還有這個的用膠袋裝著一些油漆的水彈，咁啊，掉向呢一個中聯辦嘅閘內，咁而嗰啲黑色嘅漆彈咧，即係水彈咧，就係、是、命中，直接咧就命中咗呢一個嘅國徽，咁咧就係、是、成個國徽都變黑嘅。咁當時喺中聯辦入邊咧，就係、是、仍有職員，咁咧保安咧亦都係戴上咗地盤嘅頭盔，之後咧中聯辦亦都係熄咗燈嘅。咁咧，裡面咧其實係有啲職員咧，就係喺入邊咧，就係、是、拍攝，咁樣就俾示威者就利用呢一個嘅雷射筆同埋一啲閃光燈咧，就係、是、做令到佢哋咧就係、是、阻止佢哋拍攝嘅。咁現場講多次喺呢度係水街同埋德富道西嘅交界，咁佢哋應該會去到下一個路口咧就會再停噶啦，咁佢應該十秒內咧就會。噴錢是的，咁啊估計都冇錯啊！有車，後面有車。係啦，咁呢度係水街。咁呢一度咧，亦都係前寫咗係習近平老母係雞係咩啊？係公廁係啦。向前走！向前走！咁啊，啱啱已經係經過咗水街噶啦。係啦，啱啱原來咧就係、是、有示威者咧就喺電車軌咧。
呢個水街嘅電車站咧，就係噴上咗習近平老母係雞係公廁嘅。知啊，咁啊後邊咧就其實咧就係、是、有啲嘅記者。現場是西環一帶，咁啊，原來喺內街方面咧，亦都係咧，處提高警戒人員，呢個係市民已經話。呢個昭光街咧，亦都係有一個嘅防暴警察，咁啊，可以確定咧，應該係同咧嗰日咧喺呢一個嘅。山東街的方式是接近的嘅清場，咁我哋就繼續去翻咧呢一個嘅防暴警察的前面。有位女士就係上前。冇傻啊！我都想你平安化忌，知唔知道啊？咁啊，佢係自稱一位市民嚟嘅，即係翻屋企。咁啊，頭先有位市民嘅居民，就落嚟同啲警察。係啦，咁佢又話呼想咧，大家都可以平安翻屋企，就不論咧係呢一個嘅示威者定係警察本身。咁啊，佢就係、是。情緒就非常之激動嘅，咁佢就話唔想再見到咧有任何人就受傷。咁嘅現場咧仍然係德輔道西、洪水街、德輔道西、水街同埋昭光街嘅中間。咁啊，之前咧就係、是、示威者咧，應該咧喺。是咧，喺中聯辦咧就係撤往呢個中環嘅方向。咁啊，應該係頭先嗰位女士咧，就係重複翻咧頭先佢喺。頭先咧，佢喺呢一個西行同東行線嘅。佢就係自稱呢個居民嚟嘅，咁啊呢一度咧就係喺昭光街啊，係啦，咁啊係咪有立法會議員喺度講緊嘢咧？聽把聲咧，類似咧，類似嘅。有好多嘅市民咧，係唔止一個咧，就係你射我都冇用噶。喺度咧就係我整一個普通嘅市民，我好愛香港，香港唔會有一個好好嘅制度噶。點解你哋要俾人哋利用啫？香港有一個好好嘅制度噶，點解今次今日會變到咁噶？你知呢度係六四咩？大家香港人嚟噶咋，同埋一條船啊！唔係，係陸陸續續都係有好多嘅市民咧，就係上前咧，就係發言。你外面嗰啲同學見到咧，就有幾個中年嘅女士啦，佢哋就拎住一啲嘅花啦，係喺度勸緊警方要鎮壓，真係唔好行住，唔好行住，唔好使用武力啦。你覺得？亦都咧係嚟提醒大家都係香港人嚟噶。點解我哋要互相殘殺啫？有咩事你哋點樣翻面對你個父母？點樣面對你啲仔女？點樣面對點樣啲同學啊？點樣面對啲同事啊？
咁樣，幫你一個好好嘅細路。今日啱啱應該有呢一個嘅立法會議員朱凱迪喺度，仲有呢一個前呢個學運領袖岑武輝都喺度嘅。你阿爸、你阿媽、你老婆喺屋企等緊你哋翻去飲湯㗎。現場喺昭光街。等緊你哋翻去食飯㗎，等你翻去做天龍㗎，阿 Sir。我是很愛過香港，我亦都很尊重香港的警察，是一個制度，一個不公平的制度，搞到而家今次都係咁樣嘅啫。我哋根本都好想行出嚟咩？幾十歲？喂，後面支援走啊！你哋係啊，差唔多噶啦，呢邊誒啲後生仔已經走曬啦。啲後生嘅啦，我哋見到人，啲後生真係行咗啦，係啊，呢個小帶嘅朋友已經係呢、這個完成咗任務噶啦，呢、這個防線已經係完成咗任務啦，可以去，可以下一個站，可以下一個站噶啦，係、okay、啊，唔走佢哋翻翻嚟，陣間又打交啊，係啊，可以下一個站咯，去中環嗰邊噶啦，好，你睇睇，等緊你翻去飲，佢哋知噶啦，走咗啦，因為你哋喺度，所以佢哋呢都留咗俾佢哋噶啦，佢哋落街就會翻去飲湯啦，食飯啦，我好愛你哋。你爸爸媽媽等緊你翻去食飯啊！你老婆仔都等緊你翻去食飯啊！知道啦，系啊，辛苦曬，辛苦曬，辛苦曬，慢慢，辛苦曬。我慢慢行，邊埋，我哋呢度，邊埋其他啲一齊走，知道啦，系啊，唔係再講。佢係擔心，而家擔心你啊！唔好留氣，邊埋一齊走，我哋唔留低，sorry，一齊走。現場咧就係我哋目的係保護啲小朋友，就係德輔道西同埋昭光街。剛才就是有市民就是在警察面前就是可以說就是一個肺腑之言，同時就是苦口婆心，兼且就是情緒就較為激動的，就是不想就是有任何的市民就是受傷，基本上應該是對警察咧就係、做一個感化。現場咧就係、昭光街同埋德輔道西，見到咧剛才半個鐘之前咧，應該就係示威者就係有共識咧，就係、由中聯辦咧就係、撤往中環。咁暫時咧我就係、因為做緊直播就未知道咧示威者嘅實際位置。咁咧而家警察咧就喺德輔道西同埋昭光街咧，亦都係架設起個防線嘅，咁剛才就係由呢一個嘅嘉光街啦，兼且喺呢一個嘅屈地街咧，即係近即係由堅尼地城嘅方向咧，就係嚟到。咁咧，但係其實咧喺中聯辦咧，其實咧喺呢個兩分鐘嘅腳程咧，應該咧唔係應該係直頭咧，就係、咧有呢一個嘅西區警署喺度，但係咧就。警方就並不在西區警署直接落去中聯辦就進行驅散，改為咧就係喺一個屈地街方面咧，一個堅尼地城方向咧就係開始將防線咧就係推前嘅。咁啊，剛才睇過啦，咩啊？哦，見到啊呢一個行車天橋啊，即係呢個。江乐道西的行车天桥上面应该是有一大队的防务警察，但是不知道镜头就影不影到。现在亦都是有一部分的警察由昭光街就是向着这个的德輔道西就前进，可能就是汇合回这个位于这个德輔道西的这个的警员。刚刚这个有白衫的警应该是属于督察咧，就係話會將會向前推進防線嘅警方。咁咧，暫時咧亦都係見唔到咧有示威者咧，就係喺呢一度噶啦。
係啦，咁啊嚟緊啦，咁啊警員咧不斷咧就敲打佢哋嘅盾牌，咁啊應該咧佢哋就覺得可以起到震攝嘅作用，咁就係發出一啲聲響咧，就係、示意咧就係企喺前邊咧，就包括市民啊、記者啊等等咧，就係、退後嘅。咁啊，剛才咧，其實咧喺呢個加光街咧，其實應該係有示威者咧，就係、應該有示威者咧。哎呀！係啦，有記者唔小心就倒地，係啦。咁啊，剛才咧應該喺加光街啦，同埋德輔道西嘅交界咧，就係、有示威者仲用黑色嘅噴漆咧，就係、咧。噴上了習近平老母是雞是公廁 的字樣的，現在就是這裡應該是屬於中聯辦的，這裡已經是中聯辦，有紅色的噴漆，就是有光復香港的時代革命，也是有、中共亂港的一些、字樣，其實這裡呢就是西區警署了，警署外面的 banner 呢是被塗上了奶共兩隻字的，還有呢就是外面的閘呢仍然呢、就是、被鐵馬封鎖，也是被這個的遮呢、就是、擋住了的，這個疑似的這個閉路電視疑似被這個黑色的噴漆呢，就是就這個的覆蓋，我要奮力sir，我要有劉某sir，仍然是德輔道西，已經是去到這個西邊街的了，西邊街之後應該是正街，如果沒有記錯的話，咁啊，現場咧應該咧就係示威者就係絕無僅有噶啦。咁啊，見到咧亦都係無論中聯辦又亦係西區嘅警署咧，亦都係被塗上咧一啲嘅塗鴉，用黑色嘅噴漆。咁啊，啱啱就見到有呢個香港警察執法辦法啦，同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咁啊，仍然係有一啲應該就係社工嘅，志願者就係同警方咧就係講咧就話要咧，就係亦都好多嘅街坊嘅，都請咧警察，你哋拆咗嘅鐵欄咧就係做一個障礙物嘅，應該就係示威者所為。見到呢位，咁請警察都可以喺六一二啊，好有名嘅，我哋會阻止你執行你哋嘅公務嘅。再甚至你而家企喺度咧，俾啲時間市民去慢慢後退咧，就可以俾翻個場你嘅。係啦，呢度有觀眾咧，就係話。就記者就係唔該咧，就係唔好阻住呢個警察清場嘅。但係咧，其實咧記者咧喺香港入邊咧，其實係有權咧，就係喺警方嘅防線之前咧，就係自由活動嘅。咁啊，唔存在所謂嘅阻住警方做嘢呢個講法。咁啊，希望咧大家就會知悉呢一點。這個是並不存在的，這個講法是現場就是西區警署，這裡就是德輔道西和這個的西邊街的交界，
咁啊，見到後邊咧示威者已經係絕無僅有噶啦。剛才應該有啲屬於係自願嘅中年嘅女士咧，就係上前啊，喺昭光街嘅附近啦，就係向住一啲嘅警員咧，就係發言，就係懇求咧大家咧就係唔好傷害。我第一個啫，我喺條路度行嘅啫。有你咁多人通過我一步咧，有女長毛，我就冇武器，有咩都係都冇武器嘅，全部走曬，全部走曬。主鬥連鬥皮鬥在苦中心，於是同根生，相知同大家一個發言嘅，全部走曬，全部走曬嘅今日，全部啊！你今日啊，我冇走曬冇啦，得我冇啊，人家得我冇，同埋啲記者嘅。係啦，咁現場咧後邊咧示威者係絕無僅有噶啦，咁呢一度係德輔道西同埋西邊街嘅交界，咁現場咧都係剩翻一啲中年嘅女士啦，就係、是、一啲嘅應該係義工，就係、是、想咧就係、是、上前咧就係勸導啊呢個警察咧就係唔好傷害年輕人，亦都係有啲社工，其餘咧就係一啲記者，同埋剛才就見到有呢個立法會議員朱海迪同埋呢個前候領袖陳寶輝，咁同時佢亦都係一個朱海迪嘅議員助理啊。係啦，咁咧，剛才其實咧有睇過嘅，部分嘅警察咧就係著住背心啦，咁啊，全部背心嘅上邊咧，亦都係有，其實應該有擺放委任證嘅位置，但係咧有一部分嘅警察咧就係將佢嘅臂章咧就係縮前，咁令到佢警員編號咧就係冇辦法顯示，咁啊，警員編號冇辦法顯示嘅同時咧，亦都係背心係冇委任證嘅。所以如果咧就係、是投訴嘅話，都係投訴無門嘅。咁啊，睇下要認唔認得佢個樣啦。但係香港咧就有超過300個警察，咁啊好難咧就去認曬咁多人嘅樣嘅。咁啊，未知道嗰邊咧就發生緊啲咩事。真係難啲去睇，咁我轉過去望下先。我嚟前邊。咁呢度喺德輔道西同西邊街。過一過去先。洗衣铺入去嘅啫，咁啊半米前噶嘛，咁应该系有市民咧，都冇晒示威者噶啦。我系今朝早有去游行，但系你要嗰度我冲击，咁我冇办法啦，系咪先？我都系想翻个屋企啫。贵姓啊？啊，姓叶，姓叶，姓叶。一块叶个叶啊 ，sorry， 一块叶个叶。系。先生，你住边啊？我住坤益三期。系咪呢度？就喺呢一栋嘅，就喺呢一栋楼嘅啫。你而家系警察點樣？即係佢話叫我等陣，我都唔知道等到幾時，我係咪喺度等到通宵先？啊，不反對通知書係2359，我係咪即係2359先翻屋企？即係我唔係想搞事啊，喂！我想翻屋企嘅。佢係唔俾你翻咧，定係有冇話乜嘢？我唔知啊，佢咪十問九唔應啊！你問佢啊嘛，好過問我。你頭先問過啲乜嘢？我想翻屋企啦。跟住佢哋係等等咯，我唔知道等咩，等運到。你自己住喺邊啊？軍醫三期。是啊，是不是就是這裡樓上？樓上啊，是啊，是啊。門口在哪裡？可以自己？那邊封了門。很遠啊。這裡有個那些洗衫鋪的，自助洗衫鋪的，但是就，我不知道很幸運還是很不幸地這樣，就封了在前面這樣。
我純粹想翻屋企嘅啫。你行過第二邊嘅啦嘛？嗰邊又封咗啦，咁呢邊又封埋，咁我都唔知行到去邊啦。係咪要我兜上半山兜翻落嚟？我都唔知啊。先生點稱呼啊？啊，姓葉，姓葉，葉先生。好。咁剛才咧，呢位葉先生咧就話佢今日係有去遊行，但係咧之後咧就係、是、想翻屋企嘅啫。咁啊，佢係住樓上嘅，但係咧就依家咧就係、是、暫時咧就俾呢一個警察嘅防線咧就係、是、封鎖住。咁咧佢又問警察就幾時可以翻屋企啫？就翻唔到屋企嘅。系啦，咁佢就话要等等，但系佢就未知道要等到几时。咁咧呢度已经系西边街噶啦，隔篱应该系定街。咁西边街呢度有条，系啊。咁啊，附近呢未知道。有啲咩事情發生？好啦，唔好影相啦，系啦 ，OK 啦，快啊，遠少少啦，遠少少啦，讓條路俾人唞氣啦。我應該係有人事有不適嘅。大家目前都係為緊香港工作啊。就需要咧，就係叫救護車。咁已經係過咗西邊街同埋德輔道西啦，依家仍然係。咁咧，警方嘅防線咧，仍然咧就係設置咗喺西邊街嘅。咁就後面呢一帶呢其實應該係冇呢個嘅示威者㗎喇，但呢就啱啱呢就有呢個消息呢，就話呢中區嘅警署呢就係、是、預備咗呢個嘅紅旗，但係就未知呢消息就係、是、屬真又屬假。咁呢現場呢就係呢一個嘅西區警署附近。西區警署咧，離中區警署咧都有一段距離嘅。咁啊，中區警署咧就喺呢一個嘅中環啊，港澳碼頭附近嘅。咁我哋咧依家咧就仍然咧就喺西區警署。咁咧，應該咧，呢度咧就係有啲示威者做嘅路障。咁我哋咧就可以去翻防線前面咧，就再睇一睇。係啦，咁我哋見到咧有呢個立法會議員鄺俊宇。
係啦，咁啊，現場咧亦都係見到咧有香港簡敵之稱嘅立法會議員韓俊宇。咁啊，頭先啊，可能係準備發言嘅。咁佢依家咧就係同呢一個嘅另一位屬於同屬民主黨嘅立法會議員咧，許智峯咧就係商討緊嘅。咁啊，從就同大家就提下啦，立法會議員嘅其中一個職責咧，就係監察呢個政府嘅工作。咁佢依家係行使緊佢嘅一個權利。而家無啦無啦就唔會去啦。後邊頭先喺個後邊街，其實係冇學生冇冇乜年輕人，所以佢推嘅話咧，其實係對記者推嘅。係啊，所以大家記者小心啊 ，OK？ 點解今日記者啲人咁輕嘅？大家睇緊直播嘅朋友，記得要同記者打氣啊，知唔知啊？喺前面衝鋒咁陣啲記者。咁佢啱啱咧就係講過後邊咧就係並冇。即係好少嘅示威者同年輕人喺度噶啦。咁咧，佢就話會等待警察推進咗之後咧，就可能就會用佢嘅擴音器咧，就係發言。咁呢一度就係西邊街同德輔道西嘅交界。暫時警方未有下一步的行動，現場就是德輔道西。在和這個西邊街的交界。那剛才呢，這個的警方呢，就是由這個屈地街，就是在堅尼地城的方向呢，就是推進。那麼經過，就是整條德輔道西和那個道中，那中間就是夾雜了一些的環街。就是包括咧，就係屈地街啦、加光街，仲有呢一個嘅招光街應該。咁啊，就水街啦，同埋依家去到嘅西邊街。咁啊，後邊咧其實應該係已經係冇曬示威者，咁啊在場咧就大部分咧都係議員啦、記者啦、一啲義工啦，同埋一啲社工嘅。講兩句唔係啩？講講。我想問下，啱啱咧見到我哋有阿鄺俊宇喺度啦。我想問下你，啱啱見到今晚咧成個行動啦，警方你覺得佢係個情況或者佢嗰個推進啦個秩序係點樣？首先其實我相信大家都已經是打慣了仗了，即係咁多位睇緊直播的讀者朋友。簡單而言，我哋立法會議員，我再強調多一次，基本法賦予我哋的權力就是我哋要監察政府各部門的運作啦。在場我哋係要監察警方的清場行動啦，會唔會太急速，又或者會出現之前一些舉個例，沙田新城市廣場一些荒謬的指令等等，我哋係進行緩衝。簡單而言，高牆與雞蛋之間嘅啫。咁但係當然啦，我嚟到現場，而家暫時睇到後面咧，其實咧，我希望警方稍安無躁，後方其實冇乜學生，亦都冇乜年輕人。咁如果呢個咁樣推進咧，就會重演旺角當晚。咩意思呢？就係推進記者。
咁我唔想呢件事發生，所以你見到我嚟到現場都係先進行觀察啦，睇睇警方有冇稍有推進，有推進嘅時間，我就會依足程序。咩程序呢？就係、是、其實而家咧，我哋都未知道嘅，究竟獨立調查委員會會唔會成功啦？如果獨立調查委員會成功咧，差唔多每一個咁嘅判斷啦，要記錄時地人啦，邊一個立法委員履行緊係咩職務啦，喺現場做緊啲乜？咁我諗呢啲都係會每一次我哋到現場都會做嘅事情，都係再次呼籲啦，不受傷、不流血、不被捕，真嘅。因為好唔抵嘅，各位即係各位嘅年輕人，如果為咗呢件事而流血受傷，我哋香港人好心痛。我知道今日有好多銀髮族啊、基督徒啊等等出曬嚟幫手，因為大家都知道今晚係非常非常之緊張。會唔會其實見到警方其實而家係冇乜原因去推進，咁啊後面全部已經係走曬㗎啦嘛，同埋都會呼籲佢哋，譬如話佢哋收隊定。其實只要佢哋收隊，咁就和平。其實有警察設防線嘅地方，反而係更加緊張。既然係咁，何必要 set 條防線出嚟咧？咁樣。我希望啦，喺我而家留意緊佢哋會唔會收隊。咁如果係向前推進嘅話，我會履行我嘅職務啦，去監察佢哋嘅巡查工作。但係我再次強調，喺過去嘅經驗，佢哋向前嘅推進嘅過程都相當粗暴。我見過有一啲嘅女記者會因此而低啦，有男記者表示記者身份都好，都會俾人問候啦等等。我希望今晚唔好發生呢啲事。再強調，今晚喺臨界點之間喎，稍有一啲嘅不妥咧，我哋都擔心個民怨會爆發。呢、這、一個未必係可以一下子收拾得到嘅，唔該曬，唔該曬，唔該曬。想問下李醫生咧，今日咧警方咧有冇打暈咧？我暫時見到啲又見唔到啲喎。不過我相信咧喺立法會咧，我曾經喺立法會質問過局長嘅李家超局長就話啦，佢哋咧係要展示翻嗰個嘅 number。但係個問題就係充龍部隊嘅衣服上面咧就冇呢個設計嘅位置可以 set number， 我哋今晚即管睇睇啦。咁但係而家現時階段咧，我希望做咗第一件事先，就喺現場睇清楚警方嘅防線有冇粗暴地推進，又或者有冇不理市民嘅情況去推進。我再強調喺旺角亞蘭中心前嗰個嘅經驗就好例子啦。呢度一條防線推進，但係同一時間隔離街又有另一條防線推進，令到途經嘅市民措手不及咧，係會造成一啲嘅受傷流血嘅情況。唔該曬。唔該曬。小心啊！大家小心啊！咁咧，剛才咧就係、是、呢位就係、是、有立法會議員啊，鄺俊宇咧就係、是、發言啦，就係、是、話會履行翻佢立法會議員嘅職務，就係、是、監察咧就係、是、警方嘅工作。因為警方是屬於政府的部門之一，他說不希望再重演翻好像上個星期沙田新城市廣場的一些荒謬的指令，還有是好像在之前的旺角山東街的驅趕記者事件一樣，亦都是說見到後面亦都是沒有了一個嘅示威者同埋年青人噶啦，咁在場咧應該係得翻一啲圍觀嘅市民啦，一啲嘅記者同埋咧議員同埋社工嘅。咁啊，剛才呢度應該係架設咗防線。就是西邊街和德輔道西交界，隔離呢左手邊呢就是這個的西區警署。剛才呢除了看到有鄺俊宇議員之外呢，在中聯辦的門外較早前呢也都是看到呢是有張超雄議員和這個朱凱迪議員的。咁咧，好一段時間咧，警方都係冇將佢哋嘅防線就推進。剛才咧，就鄺俊宇議員咧，就係、是、發言啦，就係、是、希望咧，就警察呢個狀況下咧，因為咧就係、是、見唔到有示威者，
前面都是只有記者嘅啫，就希望咧就可以咧就盡快咧就係收隊噶啦，就唔好咧再粗暴咁樣就係推前佢嘅防線，因為咧喺之前咧就係造成咗一個不愉快嘅事件啊！不論係旺角山東街定係上水廣場啊嘅天橋。咁重複多次啦，立法會議員啊有呢個職責啊，就係監察咧政府各個部門嘅運作。咁鄺俊宇立法會議員咧就係履行緊咧佢作為咧呢個議員嘅一個職責。咁啊，未知道咧西邊街多嗰方面咧就係咪有咩動靜？我哋咧就去翻呢一個嘅德輔道西區警署嘅防線之前再睇一睇啦，因為嗰邊好似冇乜動靜。咁咧，到目前為止咧，西區警署附近咧係仍然咧就係未見到有示威者咧，就係喺度。咁啊，頭先企咗喺面前嘅咧就係呢個鄺俊宇議員。咁佢咧就係呢一個嘅全港咧就係最高票數嘅立法會議員就得票。咁咧某程度嚟講咧，佢就係全港咧就係最高嘅民意代表。咁啊，佢係代表咧區議會第二選區。就是俗稱這個超級區議會的功能組別，現在呢就是在德輔道西和西邊街的交界，就是相鄰呢就是西區警署。咁喺過去嘅接近20分鐘咧，就係咧，警方嘅防線都係未有推進。咁啊，呢度咧就係有一位人士咧，就係舉住咧屬於咧中華民國嘅國旗。係啦，中華民國嘅國旗啊！咁就頭先就係喺呢一個嘅警察防線就展示，咁啊，但係其實我係聽唔到佢講咩嘅。咁啊，重複多次啦，德輔道西近西邊街嘅交界咧，已經係
示威者就絕無僅有噶啦。咁現場剩翻嘅話咧，亦都係只係得記者啦、議員啦、一啲嘅社工，同埋一啲嘅解放。咁啊，有消息就話中區警署方面咧，就係有示威者就撤退。我哋咧依家就繼續去睇，到底警方嘅防線咧會唔會推進？哦，點解要知道咧？行人路上好像有事情發生，可能是一些街坊的一些的發言。24小時麻雀灑落的地方，應該是有人呢，就是入面的顧客呢，就是出來看看發生什麼事。分到咧，到底係講咧，係呢一個屬於呢個北京漢嘅普通話，定係屬於國語？咁我未分好清楚嘅。我咩都唔乜牙山冇牙車啊！冇嗎？我哋呢冇事嘅，我知係唔係冇事嘅。咁咪有人士咧，系仍然咧就系展示咧，就系中华民国嘅旗帜，就系戴住头盔嘅。系啦，咁我不厌即系其烦咁样讲一次啦，因为都提及咗五六次。咁样咧，附近咧。德輔道西近西邊街咧，仍然咧，係有呢個警方嘅防線咧，但係咧就係、是、並冇啊，呢個示威者就在場嘅應該，咁現場咧就係得翻啲議員、記者做社工。未知道咧，佢哋系会唔会继续推进佢哋嘅防线？咁可以咧，就系、是。看看遲些發生的事是吧，怎樣就這裡是西邊街東行電車站，
就應該咧就係屬於咧電車咧就係東行嘅第七個站。系啦，咁样就有警员咧就叫咧，大家就上翻行路。咁应该咧就系、是。慢慢嚟 ，OK， 慢慢地 ，OK。人人一个乱噶啦，慢慢嚟好唔好？慢慢嚟，慢慢嚟，得噶啦。叫啲朋友小心。系啦，咁呢一度同中区警署咧，其实有一段距离嘅。咁啊，呢一度系西区警署啦。中区警署就系喺呢一个中环港澳码头附近。咁咧，警方咧应该咧就系会将呢个嘅路障咧就系拆除。我
所報咧，呢度有200多位記者朋友啦。我哋目測咧係冇冇年輕人冇學生嘅，但我都係想強調我第三次要求啦。我想問可唔可以同指揮官傾傾偈啊？我係喺呢度同現場，我唔係作出請求㗎，我係傾傾嘅啫，兩句嘅咋，兩句 OK 㗎啦。咁啊，我哋就我當可唔可以幫手傳一傳話啊？有冇邊位係現場指揮官？小心啊！各位小心，記者朋友，嗰次又開始推進緊，自己小心啊！蕉江街方面就有警员推进，咁啊，我哋繼續喺翻度先。咁啊，鄺俊宇議員咧就喺呢度。向西邊街。警員就係向住西區警署方向咧，就係推進。仍然是西邊街和德輔道西交界，
过呢个西行线嘅电车站，咁我应该系属于西边街嘅电车站。嗱，后边如果大家有入嚟围观嘅街坊系未走咧，欢迎大家快啲向后行啦。因為前面咧，萬一推進到大家有任何不必要嘅傷害，係大家都唔樂見嘅。咁亦都希望前面嘅警務人員係睇一睇，即係、就是、大家克制啦。因為咧呢度我睇到有好多圍觀嘅，都係一啲街坊嚟嘅。咁佢哋都唔係話參與示威。咁我哋在場前面咧，多數都係傳媒或者議員，亦都係有。香港眾志的黃之鋒，嗱，我依家見到咁咧，前方嘅警員咧就係、是、，OK， 勸喻咧就係、是、前方嘅立法會議員咧就要小心啲。咁啊，咪單靠呢句説話嚟睇咧，啊呢一句説話嘅禮貌咧都係幾好嘅。剛才其實是鄺俊宇議員咧，就係有要求咧，就係同呢個指揮官咧就可以對話嘅，咁就話傾兩句嘅啫，但係咧就最後咧就未獲回應。咁啊，警方嘅防線都係推前咗，咁啊推前係大約五十米到嘅。咁啊，依家係褪後。哦，咁啊未。咁啊，應該係有一個輪換嘅，係啦，應該係輪換。咁啊，現場咧仍然係西邊街同埋德輔道西嘅交界，隔離咧就係一個電車嘅西行線嘅。電車站咁啊，應該係屬於西行線嘅第四十三個站。咁啊，剛才咧，除咗鄺俊宇議員啦、歐樂軒議員啦，咁啊，仲有呢一個嘅朱凱迪議員同張超雄議員咧，都曾經咧喺西環一帶就出現過。啊！仲有呢個許智峯議員，咁啱啱亦都係收到消息，就係示威者係向金鐘咧就撤退。
咁啊，你兩個啊嘛，好啊，唔該曬。咁啊，現場咧就係呢條警方嘅喺西邊街嘅防線咧，就係、是、有兩位嘅立法會議員咧就在場，咁分別係呢一個嘅鄺俊宇同埋歐樂軒，咁啊，黃之峰亦都係在場。揾人，揾人。咁啊，後邊咧就其實咧就全部都係記者嚟嘅。咁啊，應該咧後邊咧就有一啲街坊咧就喺度圍觀。咁啊，成條街咧都係記者嚟噶啦。咁啊，重複多次啦。剛才咧就係示威者咧就係即係呢個遊行人士啦，就係、是、到達咗呢一個民鎮咧，就係、是、呢個喺不反對通知書咧就被警方限制嘅。遊行終點即係修頓球場隔離咧，就之後咧就係、是、兵分三路，就分別咧就係、是、去咗呢一個嘅警總，亦都係有啲咧就去咗呢個海富，其後咧就佔領咗下角道，咁亦都係有啲就係去咗中環嘅。咁樣咧，下角道嘅群眾咧，之後咧就係、是、有講過啦，就話。金鐘的形地形就不利，地勢不利啊！咁樣咧就係、是、其後咧就係、是、呼籲咧示威者咧就係、是、向呢一個嘅中環前進。咁啊喺下角道嗰度咧就是、一大部分嘅遊行人士咧就係、是、去咗中環。咁其後咧就係、是、去咗呢一個嘅西環同埋上環啦，係去咗上環先，跟住之後咧就係、是、去咗呢個中聯辦。就包圍咗中聯辦，咁樣期間咧，亦都係喺中聯辦門外咧，就係、是、有呢一個嘅示威者，就係、是、以中英雙語就咧讀出佢哋嘅宣言，咁樣咧，除咗係重申翻呢個五大訴求，包括係全面撤回呢個逃犯條例啦，仲有。成立呢個獨立調查委員會，收回呢個暴動定性啦，仲有呢一個嘅釋放義士等等，咁亦都係有另一個訴求咧，就係、是、要成立咧呢個臨時嘅立法會，因為咧佢哋就話依家嘅立法會咧就係、是、並無代表性嘅，黃之峰以我所知其實他應該是一個議員助理嚟嘅。啊，咁啊，未講完剛才呢個成立臨時立法會嘅情況。哦、啊，示威者就係話，就是、可能就會。要求咧就係、是、個訴求咧就係、是、行政長官咧以行政命令咧就係、是、解散立法會就實踐呢個雙普選嘅，如果唔係咧就係、是、會成立一個臨時嘅立法會，因為咧佢哋就話依家嘅立法會咧就係、是、未能夠咧代表民意，咁啊未能夠代表民意嘅原因咧，佢哋就暫未有提及。不過咧，就據我所知咧就係依家立法會嘅組成咧。其實呢有一半呢是直選議席，而另一半呢就是功能組別，功能組別呢就是大家呢、就是、除了呢、就是、有俗稱超級區議會的那五席功能組別呢，其他亦都是投票的人呢就只是一些屬於少數，有部分就更加在這個自動當選，還有一些公司票，樣市民就是
覺得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就是代表不到一個全香港人的民意，所以就是覺得有什麼可能呢，就是一小部分人可以控制住立法會裡面一半的議席。哦，見到是有警犬的，是真的警犬的警犬。是警犬啊。咁咧，見到咧警察就喺度，照住前方嘅，但系唔知喺度照緊啲乜嘢。咁我依家就喺度，喺呢個電車站隔離。咁咧，其實咧已經係並不是咧第一日就出動警犬噶啦。咁上個禮拜嘅光復上水咧，同埋呢個沙田嘅反送中大遊行咧，亦都係有警犬咧就係出動。哦，咁咧依家咧警方咧就係並冇繼續開住佢哋嘅強光，咁防線咧就係仍然咧就設置咗喺呢個西邊街同埋德輔道西嘅交界。係啦，咁誒剛才又見到有幾隻嘅警犬啦，就話喺設置咗喺警方。被帶到警方的防線後面。我們呢，唉，有點累了。是的，他呢就有得輪奸的，那麼我呢就沒有的。是的，那麼呢已經坐了很久了。咁啊，暫時咧就未知道咧，佢哋咧就會幾時咧就將個防線就推進。咁啊，喺度坐陣先啦。咁咧，啱啱收到嘅消息咧，就係應該咧就有出動嘅部隊喺上環。咁而大部分嘅示威者依家係聚集咗喺一個 IFC 嘅對出。咁暫時咧呢一度係一個德輔道西同埋西邊街嘅交界。咁呢度係冇示威者嘅，但係我哋都要繼續咧觀察住呢一度嘅狀況。咁我唔知道咧，係咪有其他同事喺嗰度？咁應該就係、是。
係啦，唔知嗰度係咪有事發生？咁咧，我應該係去唔到嗰邊嘅。係啦，咁我嘗試去嗰邊。人士就用英文咧，就係講警方咧就係用光咧就係射向記者嘅鏡頭咧，係一個唔啱嘅行為嚟嘅。見到啊，真係強光係真係照射住。啱已經係收到嘅消息係有防務警察喺江樂道西嘅城巴車廠外面咧，就係施放咧催淚彈嘅。但係依家係仍然我哋喺西邊街，就未知嗰度嘅情況。就應該不會有什麼的太大的情況發生。就重複多次，剛剛應該就在一個城巴車廠外，車廠外呢就是呢有這個的警員咧就係施放催淚彈，咁啊應該係有一啲啊屬於係夾木嘅童工咧，就係不斷咧就呼籲咧，就係警方就係保持克制嘅。咁啊未知啊嗰度嘅情況係點，應該係有同事跟進緊嘅。咁啊睇下會唔會有直播喺嗰邊啦。咁咧，我就繼續咧就留守咗喺度，就係睇，就係觀察住、記錄住呢一個警方咧，就係
在西边街和德辅道西交界的防线的推进的情况。那呢暂时就会继续在这里。刚刚也是知道了中区警署外呢就是发放了这个催泪弹，大家如果是看到有那里的直播呢那可以去看一下的。那我就暂时就在这里。重复多次，这里是德辅道西和西边街的交界。发放这个催泪弹其实这个未经证实的消息，但是呢就是应该就是有发放一些是疑似烟雾弹或者催泪弹的物体的。那么看到有警员也是坐低了，那么休息，那我也坐低休息了。咁啊，見到咧就有咧警犬咧，係啦，係真嘅警犬啊，就係喺度嘅。重複多次，真係有警犬。就唔知道咧，上環咧就近住咧城巴咧車廠附近咧就係咩環境？現場留守的記者都是有數十名的。我看來呢有警員呢就是比較疲累，哎呀，那坐低在這裡，那这个警犬的状况呢他都挺乖的，就坐在这只警犬咧就啱啱咧就吠咗幾下，咁啊唔乖啦今次。咁咧兩旁咧其實都有啲警員咧就喺度休息，係啊，係啦，咁咧。我就暫時就不會轉位的了，因為應該有其他的同事就在上環城巴車廠的一帶。
咁呢度就係西邊街啦，向住堅尼地城嘅方向。咁如果係相反方向，向中環嘅方向咧，後邊咧就應該係正街，仲有呢一個係東邊街。咁啊，環街就應該係有呢個第一街、第二街、第三街咧，同埋高街。咁高街咧，咁啊，相信咧大家咧就係有聽過高街鬼屋嘅一個傳說。咁咧，因為呢一個高街鬼屋咧係一個精神病院嚟嘅。咁咧，二戰嘅時期咧，日軍咧就用呢一個建築物咧就係做一個營牆。咁咧喺之後咧就係不時咧就係有啲靈異嘅傳聞。咁啊，戰後之後咧就繼續都喺呢一個精神嘅病院啊。不過咧，依家咧高街嘅鬼屋咧已經係改建咗做呢一個嘅綜合大樓噶啦。咁啊，暫時未知道咧上環咧嘅狀況，因為我哋依家仍然喺西環。咁啊，可能咧警方咧就喺嗰度咧就係發放咗煙霧彈啊，或者係催淚彈，但係暫時係未確認到咧係咩彈嘅。咁如果係大家咧係見到其他直播，即係其他傳媒直播咧，就可以睇下啦。咁咧呢一度咧仍然係西邊街，同埋德輔道西嘅交界。咁咧有啲警員就喺度休息噶啦，已經坐喺度。咁我哋就繼續咧，就喺度觀察住同埋記錄住咧警員嘅防線嘅狀況。咁亦都係見到有旗手係在此嘅，但係沿路咧其實呢一度咧已經係冇任何嘅示威者。咁示威者應該已經係喺中環方向咧，就係撤退。咁啊，有機會咧就係撤退到金鐘嘅，就係消息指。
係啦，咁大家如果咧想知道咧就係嗰度嘅狀況嘅話咧，就應該咧就係需要咧就係睇其他嘅直播啦，因為呢度咧只係顯示到啊，顯示到咧呢一個西邊街同德輔道西交界。暫時咧，西邊街呢一個位置咧就係比較平靜。咁咧，暫時咧應該就唔會喺呢度咧就係爆發一啲嘅衝突。呢一度咧，氣氛啊比較平靜，但係咧後邊應該係一個戰場嚟嘅。咁應該就係、是、我咧就係、是、有同事咧就係、是、會喺嗰邊咧就係、是、進行報道嘅。咁啊，大家如果想睇嗰邊嘅狀況，就唯有要睇其他嘅直播啦。現場咧就係、是。德輔道西和西邊街的交界，
係啦，咁樣依家咧，警察直頭係將佢哋嘅長盾牌咧，就係放低。邊咧就係、是、應該就唔會咧，暫時咧就冇事發生嘅。咁啊，剛才就有警犬喺附近，依家仲有啊，係真嘅警犬啊。剛才見到有大約三隻嘅警犬，依家咧亦都係見到有兩隻喺度。現場是德輔道西和西邊街交界，如果大家想知道獨媒呢有幾位記者的話呢，之前呢我們在7月1號的時候呢就曾經在這個 Facebook page 呢就開過 post， 那時呢就有說過全職的員工就只有三位而已。咁現場咧，除咗有警員咧喺度休息之外咧，咁啊記者咧，大部分嘅記者都已經係坐咗喺行路嘅兩旁咧就休息。咁睇嚟呢一度咧應該就唔會有好大嘅衝突，但係喺另外一邊咧就應該係咧同呢一度咧係有天淵之別。
在場嘅一啲武裝警察咧，其實係頭盔都已經除咗噶啦。佢哋嘅長盾啦、圓盾啦、頭盔咧，亦都放置咗喺地下嗰度。咁咧，嗰度嘅現場嘅情況咧，應該係出咗黑旗，就係、是、咧，就係、是、話會警告咧出動呢個催淚煙嘅。但係有未經證實嘅消息咧，話係有警員咧就係、是、發射咗呢個嘅布袋彈。
一次多謝大家支持先。咁我哋而家其實都喺個比較平靜嘅一個，喺我哋喺西區警署嘅對出，而家街道狀況咧就相對平靜嘅。咁而戰況比較激烈嘅咧，就係喺呢個中區警署嗰邊。咁我哋有同事亦都會喺嗰度做直播㗎啦。咁如果大家有想知道當嗰邊嘅情況嘅，都可以去嗰邊睇直播。有消息指咧，就係應該係確實嘅消息咧，就喺呢一個嘅中上環一帶咧，就係發現到警方咧應該係布袋彈嘅彈殼，咁就未知咧就係喺邊度發射。咁啊有消息咧，就係話咧就係喺橋上邊咧，就係向橋下嘅示威者就開槍。咁樣現場咧嘅消息指咧，就係天橋上咧就係有持呢個布袋彈槍嘅警員咧，就係向橋下面開槍嘅。咁啊開咗咧就係至少就三發。咁現場咧應該係有留低到一啲係疑似彈殼嘅物體。咁咧睇嚟咧呢個中上環嗰邊嘅情況咧就係非常之嚴峻嘅，同呢一度西邊街呢度西環呢度相比咧就係。猶如天堂咧與地獄，即係天淵之別。呢一度咧仍然咧係非常之平靜嘅，咁咧係未有咧任何嘅衝突發生。咁咧除咗警員有喺度休息之外啦，咁啊剛才咧出動嘅真嘅警犬咧，啊就冇坐低嘅，係啦，係啊繼續喺度企咗喺度，咁唔知佢哋就攰唔攰啦。
咁中上環嘅現場應該有啲社工啦，同埋一啲教牧嘅。光落到西嗰邊咧，其實已經發射咗多枚嘅催淚彈嘅啦。咁而呢一邊直播嘅畫面都係繼續比較平靜，但巡車車咧喺將區警署光落到西嗰邊咧，已經施放咗多枚嘅催淚彈，同埋亦都有啲橡膠子彈。
係施放咗喺呢一個西環嘅嗰個毒西粉呢個催淚彈之後咧，咁警方嘅防線就推進啦。咁而家示威者咧，其實只係已經近到去呢一個順德碼頭內面嘅啦。中區警署那邊呢，我們都有同事在那邊做直播的，如果大家想知道中區警署外面的戰況的話，大家可以去另一條直播看的。其實都有一陣窿味的，不知道是不是附近呢就是有其他突發的情況發生。這邊看到其實都很多警員就坐在地下休息的，這裡是有消防車，西區警署這裡也都是有很多的警員就在這裡就是休息的。對了，咁你知道呢一度係發生住咩事啊？小心啲，小心啲。咁就一陣咧，再有啲咩情況就再同大家就報告下，因為唔知道點解咧會有消防車咧就喺呢一個嘅西區警署咧就出現。咁重複多次啦，喺中上環嗰方面咧，應該係警方就係發射咗多枚嘅催淚彈。咁啊，現場亦都係揾到一啲嘅彈殼，咁未知咧就係屬於咧係呢個布袋彈啦，定係呢一個嘅橡膠子彈。我哋就繼續咧就喺呢度守候住啊！紅旗的，每隻黑旗，
就再次出示咗呢個黑嘅。我相信呢，如果我訪問他們都應該不會有有什麼回覆的。咁呢一度咧就係、是、仍然咧就係、是、德輔道西啦，同埋西邊街嘅交界。咁我哋又繼續喺度守候住。咁呢度咧亦都係警方嘅防線。咁咧啱啱咧就係、是、警方就再次咧喺中上環附近嘅江樂道西咧，就係、是、發射咗催淚多枚的催淚彈，應該是那邊會有直播的，大家就會去那裡看看。咁咧，啱啱收到嘅消息咧，就係、是、元朗係有83嘅人士咧，就係、是、追打一啲嘅市民。咁未知係發生咩事嘅。咁網上咧係有消息咧，就係、是、指出咧有一啲啊，可能啊喺一個元朗嘅一啲。人士就會追打一些反
即係去完示威遊行嘅，即係一個反送中遊行嘅市民。咁咧，暫時咧呢一度咧，就應該係冇咩事發生嘅，係啦。都會比較。咁咧，我哋咧已經工作咗咧超過咧十個小時啦。咁咧係冇食嘢啦，同埋咧冇去廁所啊。咁咧，我哋依家咧可能咧就係將會咧就係進行一啲補給。咁有突發嘅事。咁如果有突發嘅事情咧，我哋咧就會向咧大家咧就係再。報告嘅，咁啊，暫時咧呢一邊嘅情況咧，就到呢度為止先。咁現場咧就係西邊街啦，同埋呢一個嘅德輔道西嘅交界，係啦。咁咧警員咧本身就喺度設下防先，但係咧暫時咧，因為已經係冇任何嘅示威者喺度，所以咧就係佢哋咧亦都係已經係坐低，放低佢嘅盾牌，放低佢嘅頭盔。而去休息噶啦。咁咧，如果咧係再有最新嘅情況咧，咁我哋咧就會再同大家即時報道。咁啊，暫時咁多先。